古老的黄河孕育了华夏儿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是太极文化的发祥地。在这中原黄河的北岸，有一个古老而偏僻的村庄陈家沟，它被世界人民誉为太极圣地。 太极拳是明末战将河南温县陈家沟陈氏第九代陈王庭，在家传拳术的基础上，依据《易经》阴阳之理、中医经络学说及导引吐纳术，综合性的创造了一套具有阴阳性质、刚柔相济、快慢相间、松活弹抖的特色。 以及符合人体生理规律和大自然的运转规律的拳术运动，故名太极拳。起初，太极拳只是在陈氏家族内部世代相传，经久不衰。到了陈氏十四代陈长兴时，传给河北永年人杨露禅，以后在社会上慢慢流传开来。 太极拳在长期流传发展中，逐步演化成具有代表性、风格特点又各不相同的杨氏、吴氏、武氏、孙氏四大流派。自从陈王庭创始太极拳，陈家沟的人们练拳是蔚然成风。陈家沟老老小小、男男女女，无论多忙，在劳作之余，田间地头、村边树下。 农家庭院，处处可见练拳的身影，处处可闻比武的闹声。喝口陈沟水，都会翘翘腿。陈氏太极拳除了老架一路、二路、新架一路、二路拳之外，还有刀枪剑棍等十八般兵器，各具风格。太极拳总结了前人各种养生术的精华。 结合阴阳之理，把螺旋禅丝运动融于清静之中，把清静化于螺旋禅丝运动之内。这种动与静的巧妙组合，产生了内气催外形，思维与动作快与慢、开与放、分与合等动作意气的相互协调，从而在思想上得以安逸，从形体器官上得以锻炼。 元气得生，精气得饱，收到祛病健身的效果。它以捧、捋、挤、按、踩、裂、肘、靠为核心内容，在粘、连、随的基础上，以螺旋缠丝的内劲为统御，将抓拿摔滑打跌融为一炉，内外兼练。 成为武坛上最优秀的拳种之一。本篇为陈正雷大师亲自讲解与示范。陈正雷大师生于1949年5月，河南温县陈家沟人，陈氏十九世太极拳第十一代传人，现任中国陈家沟太极拳推广中心总教练。 国家武术高级教练、河南省武术馆副馆长、中国武术协会委员、中国当代十大武术名师，他自幼师从太极拳宗师陈兆丕、陈兆奎学艺，历时三十余载，千锤百炼，绝技在身，有“太极金刚”之美称。 1974年到1988年，连续十多次在全国及国际武术比赛中获金奖冠军。1989年到1996年，在省级全国武术比赛中，出任领队、教练，获三次团体总分第一，学生两次获全能冠军，单项金牌35枚。1972年开始传拳授艺。 学生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1981年，接待来访的日本三浦英夫一行30人。此后，每年都多次接待来访与学习的外宾团体，至今已逾百批。1983年开始，应邀数十次出访日、美、法、德、意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讲学。 并被50余家武术团体聘为太极拳顾问
主席和名誉会长。 台湾武术界赠其玉其权益登峰造极，马来西亚太极拳界赠银牌称他为太极泰斗，在国内外武术界享有盛誉。他的武术理论造诣颇深，主要著作有《十大功法论》《陈氏太极拳忌讳宗》《陈氏太极拳养生功》《太极神功大型画册》等。 图文并茂，实为太极拳研究的珍贵资料。部分著作被译成日文和英文，在国外发行。198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录制《世传陈氏太极拳教学篇》；1996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录制《陈氏太极拳剑、推手、养生功》等系列教学篇，均被译成日、英、韩等外文发行世界各地。 1986年，他被选为焦作市六届政协常委。1988年，被推选为河南省七届人大代表。他曾被列入《中国当代教育名人词典》《中国人物年鉴》《中国武术人名词典》《当代改革英才》《当代技击人才荟萃》《世界名人级等》权威词书。 陈氏太极单刀，套路短小精悍，式式用法逼真。他的滚臂、扎、拦、劈、砍、撩、截、缠、抖、架、磨、挑等13种刀法，真正体现了陈氏太极拳的刚柔相济、快慢相间、穿蹦跳跃、松火弹抖的特点，却有刀入猛虎、力劈化三姿势。 并兼有短兵常用之法，在练习时要求手眼身发步要紧密配合，一动全动，劲力连绵不断，完整一气，刀法清奇，用意明确，合乎规范。练刀要缠头裹脑，绿背缠腰，大劈大砍，气势磅礴。全言云：单刀看手。 双刀看肘，所以在单刀练习时，强调手与刀配合的重要性。右手持刀，左手成掌，随刀法变换，时而托刀上架，倚住刀力，时而手按刀背左右滚臂，时而屈肘横架，头部上方，防护头顶，劈刀，掌上撩。 扎刀，掌后推，总指掌与身法完全协调。练习时必须在拳术扎实的功夫基础上，静能移动发一骚，一静复归丹田。套路熟练后，身推刀动，刀领伸转，处处以腰为轴，劈砍撩扎，穿蹦跳跃。 下面我们学习陈氏太极单刀，在学习分解动作、套路之前，先把刀的结构与组成和刀的主要用法与要求介绍一下。单刀分刀身、刀护手、刀柄与刀彩组成。刀身还有分刀背、刀刃。 和刀尖儿，所以刀背、刀刃、刀尖儿，它的用法它各有不同。所以刀里边还有分劈、砍、撩、挂、大劈、大砍的身法，然后有格挡、棚架等等主要用法。
在劈的时候用刀的前半身，在砍的时候用刀的中身，然后身就是用隔挡棚架的方法。这刀尖是做刺的动作，在刺和劈的时候这个手掌一定要配合。你看下边，你看一下这个刺，刀向前刺，这手掌向后推，你前刺掌后推，要刀要向下劈，劈刀掌上梁，掌上撩。所以在推脱棚架隔挡的时候，这个手掌一定要放在刀背上，加大刀的力度。所以这个刀在还有这个滚，左右滚，所以向左向右，这都是避枪的方法。这向右向左，就把对方刺来的枪从中心线给它避空，引空了。然后在握刀的时候，就把刀护手放在掌心，大指放在护手上边，这四指和小指弯曲放在下边，然后这两个手指放在刀柄的外侧，然后先这个两手自然下坠于身体两侧，立正站立。下边讲单刀套路的分解动作。第一个动作，单刀起势，要求两腿并立，自然站立，然后两手自然下坠，左手包刀。然后在开始的时候，身体略向下沉，然后提左腿上步，两手同时向前画弧，后捋上棚，然后重心向前移，右手接刀把，然后接着刀把以后就变第二个动作了。第二个动作要护心刀，护心刀是向后跨一步，刀穷下画弧，左手为掌向前推，然后向上撩刀收腿，左手按在刀背上。这个动作要求做的时候是要加速度，要快的。然后下边我把这两个动作连起来做一下，一二三，一下过来，这单刀起势和护心刀这两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叫青龙出水。青龙出水在刺刀之前，这有两个小动作。这刀是像有两个滚刀，先向右再向左，向左的时候提左步跳步，跨右步上大步，然后把刀刺出去。好，这个动作再看一遍，先向右再向左的时候提左腿震脚跨步刺刀。
我前边学习的三个动作里边有两个地方需要大家注重一下，就是护心刀，它这有两个，就面向这边，两个滚刀，向右滚，向左滚。这两个滚刀刚才已经介绍过了，这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做出来，随着身体旋转这两个滚刀。第二个地方就是刺刀了，这个刺刀这个是背向大家的，然后我做一个面向大家。刺刀就要右弓步，把劲刺在刀尖上，然后这手推起来，两边要配合。下个动作，风卷残花。我先做一下慢动作，刀穷头上，缠头裹脑，上左步，然后再上右步的时候，横向砍刀。这个动作叫风卷残花。再看一下。缠头裹脑跳步横砍刀，再做一次。下边动作白云盖顶，用刀尖儿由下边画弧与左手相合，然后向上拖刀架到头顶，然后把左腿屈脚点地收回来。然后这个动作我转过身来再做一次。砍刀以后从下边画弧和上架刀，然后再看一次啊，一二。好，这下个动作叫黑虎搜三，这刀尖儿由身体左侧弯下去，提腿跳步，然后开步，这样扎刀的时候手不要完全伸展，这刀刃向上，这叫黑虎搜三，实际上就是扎对方的胸部，用短距离的，这样。再看一次，一、二、三，好。下边动作，苏秦背剑，转身提。收腿，转身，这脚尖外摆，把右腿收回来，要背刀，名字叫苏秦背剑，实际是背刀，这叫金鸡独立，刀从身体的右肩上滑下去，所以这个手不要满把抓紧，要后边三个手指稍微松开一点，从这下边这样滑过来，这样抡刀，在滑刀的同时步伐向后撤步变回来，又像前面的护心刀一样。所以这个动作金鸡独立就是这个倒步滑刀，这一个动作就直接倒步
下来。刚才这一小组有几个地方需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尤其是这个缠头裹脑。在做缠头裹脑的时候，你看这刀是从身体后边缠过去，不要从头上这样抡过去，一定要叫缠头裹脑。这单刀有缠头裹脑，缠腰捋背，所以缠腰捋背，所以这有刀背，所以它挨着身体也没事，所以这样做缠头裹脑。在做这个风卷残花的时候，一定要缠头裹脑过去，这一个。第二个地方就这个，这样下来以后，黑虎搜三，这个是不是把手全部伸出去？它这是个叫长兵短用、短兵长用之法，就近距离的，就这么一点儿。这第二个地方，第三个地方，就这个转身，苏秦背剑以后，这个滑刀，这样，用手指，这样两指衔接，然后用手腕这样滚，这样跳步下来以后，这个虚脚点地，跟前边的护心刀有相似的地方，虚脚点地，把刀封在这个胸前。下边动作叫迎风滚臂，这个动作名称虽长，动作很简单，实际上就是向左向右，在那个前边的护心刀里边已经讲过了，那个动作是先向右再向左，这个动作是先向左再向右，也是提这个腿，但是的跳步背转，迎风滚臂，完了以后这叫腰斩白蛇，这是两个动作连在一起的。再看一遍，迎风滚臂，先向左再向右，接着就是腰斩白蛇，提腿跳步撤步转身，这样向腰间，对方的腰间横砍。实际上这个动作是避枪的最好方法，这枪刺过来以后，先向左避，他又从这边刺过来，然后向右避，把枪，对方刺的枪一躲过去，这手抓住对方的枪头，唰的一下转身横砍，叫腰斩白蛇。下边动作有日套三环，就从下边一转平扫刀，平扫跳步上步擦步砍刀，连做三个。
好。下边动作叫博云望日，就撤步，刀从下与手相合，向右上方斜向滑拨，这个动作叫博云望日。一二，然后下边叫左拨草寻蛇，就向左推出去，左手要配合这个刀身的力量，然后右拨草寻蛇，跳步向外拨，下边是青龙出水，起来跳步，然后风卷残花，都前边学过的跳步缠头裹脑，然后平砍，好，刚才这一组一共五个动作，前边三个动作都是很简单，一招一个动作，后边两个动作是前边学习过的，就不多讲了。前面这三个动作在做的时候是有区别的，这个刀是斜方向向右上方滑拨，这样拨过去，拨云望日，就等于把上边棚架过来的器件划拨过去，这个刀一定要是斜的。下边这左右拨草寻蛇，就对方这器件向左过来，就向左外方推出去，然后又向右，这两招就一动一个动作，就把这三个动作，有一个是向上斜拨，一个是向左拨，一个向右拨，这后边两个动作都重复的，就不用多讲了。下边动作叫雁别金刺，重心移到左腿，刀从上边往左臂外侧劈刀，同时上步上右步，然后刀从
头后边缠头裹脑，然后右步向后车步，然后重心移到右腿，移到左腿，提右腿，把这个刀放在身体的左侧，手臂外侧，立刀，左手向上托，这个叫雁别金刺。好，再看一遍。一、二、三，分三个小节。预备，一、二、三。下边动作要夜叉探海，要震脚，然后左步撤步，左手叉腰，刀从上边向前斜下方扎刀。再看一遍，震脚，撤步，叉腰，扎刀。再看一遍，一、二，然后翻身下劈，左翻身下劈刀，提腿，上步劈刀，然后又翻身下劈。这两个刀也可以快速的左翻身下劈，跳步，右翻身下劈，下个动作要白蛇吐信，然后上步刺刀，下边动作怀中抱月收刀，有撤步轮劈刀，速度要快，这样包刀，然后向前上步收势。再看一遍，白蛇吐信，下边动作怀中抱月撤步轮劈刀，然后收刀，下边这几个动作，我把主要的要点讲一下。比如有一个雁别金刺，雁别金刺，上步以后，把这个头的这个刀从头顶划过来，缠头裹脑，这样把刀放在身体的左侧，这要求。是腿要上提，上下相合，手上托，刀竖在身体的左侧，作为防护左肋部。下边这个动作叫夜叉探海，叉腰，这个刀尖从头上向下刺，向下刺。后边主要的要讲的后边左右翻身砍，这两个翻身砍真正能体现出
单刀的大劈大砍，翻身，然后再翻身，从上边轮劈，然后接着杀刀，然后退步轮劈。好，黄河孕育了华夏儿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是太极文化的发祥地。在这中原黄河的北岸，有一个古老而偏僻的村庄陈家沟，它被世界人民誉为太极圣地。太极拳是明末战将河南温县陈家沟陈氏第九代陈王庭在家传拳术的基础上，依据易经阴阳之理、中医经络学说及导引吐纳术，综合性地创造了一套具有阴阳性质、刚柔相济、快慢相间、松活弹抖的特色，以及符合人体生理规律和大自然的运转规律的拳术运动，故名太极拳。起初，太极拳只是在陈氏家族内部世代相传，经久不衰。到了陈氏十四代陈长兴时，传给河北永年人杨禄禅，
以后在社会上慢慢流传开来。太极拳在长期流传发展中，逐步演化成具有代表性、风格特点又各不相同的杨氏、吴氏、武氏、孙氏四大流派。自从陈王庭创始太极拳，陈家沟的人们练拳是蔚然成风。陈家沟老老小小、男男女女，无论多忙，在劳作之余，田间地头、村边树下、农家庭院，处处可见练拳的身影，处处可闻比武的闹声。喝口陈沟水都会翘翘腿。陈氏太极拳除了老架一路、二路、新架一路、二路拳之外，还有刀、枪、剑、棍等18般兵器，各具风格。太极拳总结了前人各种养生术的精华，结合阴阳之理，把螺旋缠丝运动融于清静之中，把清静化于螺旋缠丝运动之内。这种动与静的巧妙组合，产生了内气催外形，思维与动作、快与慢、开与放、分与合等动作意气的相互协调，从而在思想上得以安逸，从形体器官上得以锻炼，元气得生，精气得饱，收到去病健身的效果。它以捧、捋、挤、按、踩、裂、肘、靠为核心内容，在粘、粘、连、随的基础上，以螺旋缠丝的内劲为统御，将抓、拿、摔、滑、打、跌融为一炉，内外兼练，成为武坛上最优秀的拳种之一。本篇为陈正雷大师亲自讲解与示范。陈正雷大师生于1949年5月，河南温县陈家沟人，陈氏19世太极拳第11代传人，现任中国陈家沟太极拳推广中心总教练、国家武术高级教练、河南省武术馆副馆长、中国武术协会委员、中国当代10大武术名师。他自幼师从太极拳宗师陈兆丕、陈兆奎学艺，历时30余载，千锤百炼，绝技在身，有太极金刚之美称。1974年到1988年，连续10多次在全国及国际武术比赛中获金奖冠军。1989年到1996年，在省及全国武术比赛中出任领队教练，获3次团体总分第一，学生2次获全能冠军，单项金牌35枚。1972年开始传拳授艺，学生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1981年接待来访的日本三浦英夫一行30人，此后每年都多次接待来访与学习的外宾团体，至今已逾100批。1983年开始应邀数10次出访日、美、法、德、意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讲学，并被50余家武术团体聘为太极拳顾问、主席和名誉会长。台湾武术界赠其誉其拳艺登峰造极，马来西亚太极拳界赠银牌称他为太极泰斗，在国内外武术界享有盛誉。他的武术理论造诣颇深，主要著作有《10大功法论》《陈氏太极拳戒会宗》《陈氏太极拳养生功》《太极神功大型画册》等，图文并茂，实为太极拳研究的珍贵资料。部分著作被译成日文和英文，在国外发行。198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录制《世传陈氏太极拳教学篇》。1996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录制陈氏太极拳剑、推手、养生功等系列教学篇，均被译成日、英、韩等外文发行世界各地。1986年，他被选为焦作市6届政协常委。1988年，被推选为河南省7届人大代表。他曾被列入中国当代教育名人词典、
中国人物年鉴、中国武术人名词典、当代改革英才、当代技击人才荟萃、世界名人集等权威词书。是太极双刀，是陈氏太极气节套路中双兵器的一种，几百年来在陈家沟广为流传，是最古老的双气节套路之一。双刀套路共35式，布局合理，衔接紧凑，刀法清晰，用法逼真。它以劈、砍、撩、挂、扎、截、拦、压、推、磨、横、架及五花等刀法，结合陈氏太极拳舒展大方的身法、灵活稳健的步法，将陈氏太极拳刚柔相济、快慢相间、松活弹抖的特点表现得淋漓至尽。双刀套路练习要求身法协调一致，刀与步法密切配合，故有单刀看手、双刀看走之说。这就强调了练习双刀时步法的重要性。要想练好步法，必须以拳术套路为基础，有了扎实的拳术功底，练刀时才能真正体现出刀如流水、步法如飞、缠头裹脑、快速有力、气势磅礴、刚柔相济的风格特点。现在我们学习陈氏太极双刀。太极双刀是陈氏太极套路里边双气节的一种。关于刀的结构，在单刀里边已经介绍过了，现在主要把双刀与单刀的区别地方给大家讲一下。与单刀有看手，双刀看走，而单刀要看这个手，这手为掌与刀的配合。现在练习双刀，就是两个手都拿刀与两个刀的配合。单双刀要想练好，就是要结合它灵活的身法、灵敏的步法，然后双刀舞起花来要缠头裹脑、缠腰捋背，所以结合他的步法练习，要这个缠头裹脑一定要做好，然后在做步法的时候，然后旋转，这样配合步法练习，啊，这样倒着旋转，这样做这些缠头裹脑的时候，他不能在头上这样抡，一定要从背后，啊，从背后缠，这样叫缠头裹脑。结合加上这个灵活的步伐，体现出双刀的大劈、大砍、翻身、跳摇这些等等身法与步伐。下面讲双刀分解动作。
前三个动作刚才已经演示了。第一个动作，双刀起势，然后两刀向前画弧上步，然后重心前移，跟着上了以后做朝阳刀，朝阳刀下边就是全五花朝阳，全五花朝阳，一、二、三、四，转过方向，从这个地方劈刀，然后再向右转，一、二、三、四，从头上缠过，做朝阳刀。然后把这个再做一次，一、二、三、四，然后回来，一、二、三、四，缠头。这第三个动作叫切三刀朝阳，就是上步。切刀擦步，然后转身，再跳步，切刀转身，转三个，再跳步，再转身，然后一刀跳步转身，做朝阳刀。刚才这虽然是三个动作，它里边有一个起势，这个两个动作是最关键主要的动作。下边我把这个全五花朝阳，再给大家讲一下。这全五花，它是从什么叫全五花？就向左转一圈，然后又向右转一圈，然后摆成朝阳式，这个叫全五花。如果光从左边转或者光从右边转，它叫半个五花。所以这个是左右转两圈，各转一圈，所以叫全五花。再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这个叫全五花。下边这个切三刀朝阳，切三刀它慢动作，可以这样慢慢的垫步这样做，然后是一个突然转身，然后还可以做跳步，垫步以后它跳步切刀，然后转身，再跳步切刀，然后转身。所以这些在前边两个动作是非常重要的，是左右转两个方向为全五花，然后这个转身动作要与身法要协调配合好，一定练习的时候要多练习，做到全周身和气节协调一致。Thank you.
下边动作叫一刀要步，在做一刀要步的时候就先砍左刀，左刀然后向右转上一步，再上步，再转身，这样在转身的时候左脚向前盘步，向下做盘，做盘步叫一刀要步，然后上三刀，上三刀是刀右刀向左砍，左刀向右砍，然后再砍过来叫上三刀。下边动作雁别金刺，这样把刀收回来虚焦点地，雁别金刺完以后要孤雁出群，就是向前跨步，向前猛刺一刀，这叫孤雁出群。然后黑熊翻背，又突然转身，刀穷上轮劈跳步，转身回来变朝阳刀。这一段动作有几个要点地方介绍一下。它是一刀要步，一刀要步就是向右转上步，转身，在转身的时候这个左腿提起来，这样跨转身下坐，把刀向左右两侧。然后上三刀就是往前进步轮劈，然后这是一种向前进轮劈进攻的动作，所以它要求刀法要快，步法要活，然后转回来便是要雁别金刺，要往前出刀，后边这个要看着两刀要上轮圆跳步转身缠头裹脑再回来，所以这个动作刺完以后要求转身要快，刀要轮圆，步伐要轻巧跳动，然后定式。下边动作要左擦花右擦花，是跳步左弓步两个架刀，跳步以后是斜方向提腿向左前方跳步砍刀，跳步转身做瀑布，瀑布架刀，然后左刀砍再向右前方再跳步又转回来两个瀑布，这叫左右擦花。下边动作两刀朝阳，就是一刀两刀转身做朝阳刀，下边叫蝴蝶洗水，又是两刀一刀两刀
向上旋转，拉过来，刀尖向上，提腿扎刀，然后一刀朝仰。这几个动作主要讲一下是左右擦花。左右擦花是两个瀑布架刀，说身发要低要稳，架刀要蓬圆，有这种气势。这是然后这边你把这两个动作要看好，把动作要做准啊。这是两个瀑布架刀，然后下边动作就是讲一下这个弧颠吸水。弧颠吸水是从下边拉刀画弧向上提腿探身向前扎刀，这个一定要把步伐要稳，这个腿提起来与这个扎刀要动作完整一致，这样做拉下来，对，好。好，下边几个一组动作大部分都是重复的，这个左右擦花跟前边的是方向不同，大家看一下，跳步拉步，然后再向这边跳步，两刀朝仰，前边九了，然后两刀伏虎，就是右一刀左一刀，转身上步挥刀啊，然后再做一刀朝仰，这几个动作都是前边重复的。这组动作主要讲一下
两刀伏虎，其他几个动作都前边都讲过了。这两刀伏虎，它的主要要领和要求，在两刀朝阳以后，也是做两刀。凡是两刀朝阳，它都是向前左右，它劈两刀，叫两刀。这样转过来以后，阵脚跨大步，两刀合力向前推，这个作用是对着对敌的胸部和肋部，或者往上对对方的颈部，所以这是一种攻击动作。所以在做的时候一定要速度要快，劲力要整，转身啪啪。下边动作，中魁仗剑，就下斩刀，下斩刀提腿，阵脚上步，向前扎刀，扎对方的胸部。好，这个中魁仗剑再做一次，斩刀，要步，扎刀。下边叫古树盘根，就转一圈上步。然后再转回来，这样跳步压刀，然后翻身砍，跳步要翻过来，翻过来以后要一刀朝阳，要翻身跳步转过来变朝阳刀。好，下边把古树盘根翻身砍这个介绍一下。古树盘根是往下压，有盘腿下压，有千斤下坠的这种压力，然后对方的压住对方的气节，气节他往上挑的时候，利用他的姿势向上突然翻身，翻身下砍，这是一个一攻一守，这制翻身砍击对方的这个方法。所以我这样再做正面，再给大家做一下，叫盘腿下压，突然翻身砍。好，下边动作叫左右脚下，实际上就是左右翻身砍，一个上步先向左，然后转身上步盘腿下压，压过来以后翻身下劈，这是
是一个向左转的，左翻身砍，然后再向右，一、二、三，上步，压腿，盘腿下压，翻身，这左右两边两个翻身砍，然后下边叫左右两刀。两刀朝阳，然后上步一刀两刀，再上步转身做朝阳刀。前边实际上就是左右脚向，就是两个左右翻身压刀翻身砍。再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再向右，一二三四五，然后两道朝阳，一二三四。下边动作叫两道转向，然后一二两刀以后向上拉刀提腿，上步像走八卦步一样走一个360度，转过来以后上步向上提下拉，然后过来以后再向右转，一二三四，到这以后霸王举顶，两刀向合，向下上架，架刀，这一组动作前边的左右翻身砍就不详细介绍了，下边的左右脚转向，就两个要转刀和霸王聚顶这两个动作再给大家讲一下。还是从朝阳刀开始，一让两刀，一二这样拉下来，这样做好以后提腿先向左转，转一个360度，转回来再上摇提腿，再向右转，转360度，转过来以后撤步下合，向上架刀。这两个动作它主要要求刀法，刀与身法步法要协调，
步伐要稳健灵活，在应用的时候就是好像对对方包围，在转旋转的过程中要找空隙突围，这两个道上架就有泰山压顶之势，也要把它推开那种气势，要往上架着对方的器械来保护自己的头部和身体。下个动作罗汉降龙，就把上架器械向左边划空，然后上步从头上下扎，所以这个动作连贯做的话，这样一转上步下扎，然后下边是左右片马刀，就结合腿的一种方法，一二要转身以后，刀从上下砍，腿下上踢，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要叫左右片马刀。嗯，再看一遍，扎完以后，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然后两刀朝影，一、二。转身做朝阳刀，是下边动作白蛇吐信，左手上架进步，右刀向刺对方的胸部，叫白蛇吐信，要求在这弓部扎刀，然后左扑右扑就连续再刺两刀，上步再扎左刀再扎右刀，这叫白蛇吐信和左扑右扑连续三刀，然后转身上步七星，就虚步架刀，下步跨红，又转身变虚步架刀，一刀下势就半个五花，转身劈刀，然后收刀。
这一段动作，白蛇吐信和左扑右扑要连续做起来，连续三刀，进步，连续三刀，然后转身做这个上扑七星的时候，是右步右脚虚脚架刀，然后下步换红是左脚虚脚架刀，所以这两个要把它分清楚。哦，最后这个一刀下势的时候，就转身要快，劈刀要猛，啪，然后收刀，然后动作要协调一致。